这还不服呢，这俩小玩也不服，也要找酒吧，知道？你呀，还不服呢，还要找酒吧，就要喝酒，这玩意儿你这没事儿，你咋操的？我看今天晚上能找着。哎呀，那小姨子17，那俄在中国来说18，那俄罗斯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是18岁以下不允许进夜店。我看今晚能不能进去了。他姐给他想招呢。你进我就举报，咋他二的进去？我让你处对象，我不带你处理消停的。这老五星半夜这人真多呀，瞅瞅，这老形形色色的。八十里，要咋进？80里，要咋进？这老绊脚石的真多。瞅瞅，这都不睡觉，光说我不跟他，然后不跟他没好。瞅瞅。哎，这老绊脚石。呀，上面有个24小时的，多死七的里七三。这地方晚上人是多哈，这都不睡觉吗？这俩是绊脚石，这俩，刚才问我，啊，这俩是纯绊脚石的，搁这撒么活的这俩，这俩小死玩意儿，你知道，不带人得难的，从早上绊到我黑去，我挣俩钱啊，我都得搭你身上啊，招人歇，你说的。完这，我看这俩吧，不省心，完干哪撇去了？是干这屋是干那屋去了？一转身人就没了呢。呀，这没人戴口罩，你说的。